现在是凌晨的5:29，因为昨天下午睡了一觉，导致一整晚失眠没有睡着，现在要准备去化妆了。到现场换完衣服了，今天才结婚，今晚上的公司现在开始吧。到了吗？没想到，我拍个现代鞋还要吊威亚，肯定没有人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。那你来。